你会不会玩啊？会。会的。我什么游戏都会玩。那等一下，你慢一点吧。啊。那我们到边上去一下好吗？这一头用手机游戏就能轻易把小朋友带到一旁，那一边小男孩也抵挡不住挖土机的诱惑，跟着陌生阿姨走。不要抢我们的，你一个人玩不了嘞，让我们到旁边去玩，我给你玩遥控的啊。这是大陆浙江余姚一间幼稚园举行的防拐骗演习，找来陌生人拿玩具或是手机游戏来引诱小朋友，没想到全校230个学童竟然高达120人乖乖跟着陌生人走。不认识他，不认识。我想回家，我想让你带走我家。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你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？有啊。那你怎么还过来了？他说要在这里啊。不止全校一半学童上当，其中一班30人更是全军覆没，看在家长眼中好担心。一个孩子的警惕心理啊，不要跟陌生人走啊。拐童事件时有所闻，除了对幼童加强宣导，做家长的恐怕得多留点心，不让孩子独自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